这一点钟的火影吼，歌舞秀，会使讲伊是以迄个黄山甲安徽即个徽文化吼做主题，吼，爱主要是写伊家将伊吼四季的黄山，啊，甲即个天仙配吼，天仙呐吼，啊配着伊经典的迄个黄梅戏，啊甲伊的民族故事吼。这元素哈，创新改组合一下，所以咱会当看到不着痕迹，把迄个徽州的这个千年的兴衰，吼，都浓缩在这个徽印大秀里面。所以虽然60分钟，但是哈，这个演出真的是还原非常的自然，阿玛这成功诠释了人间的仙境。这个演出哈、哦，立足于徽州，以徽州的音乐资源，甲伊的迄个自然风光、民俗风情完全的结合，可以在这一出60分钟的戏，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一个徽州跟黄山的文化，所以。这是一个旧文化的所在，所以这一场大秀是非常的精彩、哦、虽然让我们看很久，但是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、哦、那也利用他们在表演的时候，我来参加一下这一个徽印大秀、哦、主要是在演什么。有时候一场大秀下来，不知道他们这样到底也不要的文化是啥哈？大概就是我讲的安尼哈，啊，咱大家阁继续把那个欣赏一下。是。
黄